我今天要上班，你去给他想办法处理。出什么事情？阿爸按倒。阿爸，那红暗裤，又是唔包，你做嘛跟唔离开啊？上次哦，每次都辛苦个时间，没想到啊，故意不开眼睛，坐在电视跳前，肯定爱就扑个戏啊。全部的辛苦吼，都得来了。哎，你提到他这件事的话，我又不是他肚子里面蛔虫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自己去问他。其实，我介意的应该是你。你真正爱比你啊？阿伯用多少回来？你不会出镜的。我是领头家的，我的意思不明的。还是领头家，我下班了啦。下班，上班我头家，下班我房东的，你我厝卡的，嘛是搁上我管。你还跟网友啊，小玉儿朋友啊见面呢。张叔叔，安尼唔好啦。阿婆昨天不是有带一个女生回来？哎呀，惨了呢，钱都被偷光了啦。我的钱赔是无要紧啊，我上重要迄卡手指拿到头底去。你知影卡手指对我偌重要无？哈、啊？想拿电脑？你敢要拿钱？你还不跟谢某诶，咩咩讲诶？啊，明明都讲好呀，用咩做得安用咯？我来跟小玉哦，放他鸽子。先生，这边是化妆品专柜，我是这边的小姐。刚有位先生在这边买东西，然后对他忘记了。我想他刚走不远，我赶快拿去给他。